大家好，我是 Isabella， 我又回来了。今天要来给大家做一个卸妆膏的开箱还有测评。那因为我一直以来用卸妆湿纸巾擦了很久，那已经用掉好几包了。我以前都用那个 Biore 的那一个湿纸巾，那现在用完了，想说要换一种东西试试看。那在过渡的期间，我用的都是Sisley 的这一款Cleansing Milk 卸妆乳，我觉得卸妆的效果也是不错，但是因为 Sisley 大家也知道就是天价一个贵妇牌，所以我就想说要尝试一个比较天然，然后又对皮肤是最低伤害的。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天天都要上妆，而且都要带妆10小时，就需要找一个可以卸得很干净，然后又是天然的，然后还有加上味道是好闻的，对皮肤越无害越健康越好。那我其实就看了网络上的一些推荐，最后我决定要拿来尝试的就是这一款今天刚到的 Drunk Elephant。它的中文叫做醉象，就是喝醉的大象，它很可爱。那它的创办人是一个女生，她想要秉持的精神就是非常的天然，然后不管是年轻的女生还是熟龄的女性，还有孕妈妈，都是可以最天然最降低伤害的。所以我就觉得 OK， 那我就来试试看吧。那我们现在就来把它打开看看咯。它上面写着 I wanted something that didn't exist so I made it myself by Tiffany Masterson， 就是它的创办人。好，那里面呢其实就是摆了这一个超大一罐，很扎实，然后还有一罐这一个小的。 Here comes my favorite pose。 OK， 这一个是 Bamboo Booster。 OK， 那我们可以把它打开来看一下，它长这样子，有三个洞，然后我还不太确定这个怎么用，据说就是用来涂在嘴唇上然后去死皮的那一种一个 Booster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就暂时不用这个，毕竟它是一个附属的产品。那我们今天的重点重头戏就是它了。它上面的这一根小汤匙是我最爱的设计，因为非常方便，然后也非常有科技感。它是一个磁铁的设计，后面有一个磁铁，所以你用完的时候呢，你就只要把它这样吸在上面啊，就不会掉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把它打开吧。它只要用一汤匙就够了，没什么味道。它是含有 Marula Oil 的成分，然后里面长这样，可以看到有一点点裂，但是因为它就是油状的，那我们就拿一汤匙，哦，很好挖，我这样不知道会不会太多，好，就这样。然后呢，它在网络上的说法就是，你把它放在手心 ，OK， 放在手心，然后。再用手的温度把它融化，神奇的事就发生了，它就完全变成油了，非常的油，然后再敷在脸上。好，我们就来看它会怎么样。OK， 敷在脸上之后，我们等一下再去用水把它冲掉，我们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吧。哇，它用到眼睛里面完全不会痛，应该我也没有真的把它弄到眼睛里面，但是就是通常如果你是卸妆的话，你碰到一点点眼睛你就会觉得啊好痛，可是这个完全不会，所以可见它是很天然的。我连睫毛膏都一起，反正既然不会痛，我就连睫毛膏一起卸一卸。好，那我们就去冲水吧。OK， 这是我第一次洗完脸。我为了要证明给你们看，我的脸都还是湿的，我都还没有擦。我刚刚只有用清水，而且是冷水洗过一次。我本来以为这个油，然后如果你用冷水的话，它会全部硬掉，就很可怕，好像那个猪油有没有？结果竟然没有，因为我不想用热水洗脸，就是因为热水洗脸容易老，容易皮会容易松。眼线有一点，还是有一点，但是我的内眼线已经完全洗掉，连睫毛膏都超干净，所以只剩下就是一点点，然后跟口红还是有一点。那我就先用卫生纸把它稍微擦掉，因为其实
其实它已经几乎都已经融过了，只要用卫生纸擦一下它就掉了，就没了。然后嘴巴的话一点点，好吧，这有点多，但是我的口红本来就蛮就是黏的，所以就是还好。对于脸的干净程度我已经觉得超干净，然后这不是腮红，就是我脸本来就红红的，冰水洗吧，所以就有点红红的，然后整个就超干净。所以如果没有画眼线的话，我觉得这样子我就已经很满意，就可以睡觉。那因为我有画眼线，所以我等一下还会再去用洗面乳再洗一次脸。好，所以今天应该就可以成功不用用眼唇卸妆液了。啊，好，我已经在用资生堂的泡泡洗过一次了，又更干净了，已经干净到，这是卫生纸，已经干净到我所有的瑕疵都看到了，各方面都非常的干净，就是你真的觉得脸上完全一点任何外在的东西都没有，超级无敌大满意。我回来了，我刚刚有点不专业的，就是忘了先把头发弄起来，所以我现在头发整个被我的手弄得超油。总之呢，非常非常的开心，我可以一次就选到这么好用的卸妆膏。这一瓶在官网上面买，跟在美国的 Sephora 上面买是一模一样的价钱，都是$34。我是在官网上买的，那因为是首购，我第一次买 Drunk Elephant 的产品，所以他们有一个85折的优惠。那买了这一个呢，他还送了我这个组合，就是现在很火的这个 A 醇，还有一个保湿的精华。他说可以用，可以把 A 跟 B 加在和在一起，当做就是保养保湿抗老。之后这个我会再试试看，不过这就是一个试用的东西，再次推荐给大家，真的非常的值得。虽然这样子算下来台币也要800多块，就是打完折还要800多块，但是我发现我刚刚挖那样一大汤匙有点太多了，其实有点油到爆炸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轻轻浅浅的半汤匙就够了，然后这样子就可以用超级久。好，那今天的开箱跟测评就到这里啦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之后有试到好的东西的话再给大家种草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